是不是有什么来关心的是，韩驾驶员都开始在家己关的布袋镇就发生到饮酒开车，弄死两名路人的悲剧。关于条款中的阵亡的其中受害者，贵高国小三年级的学生林昭颖的厝内的慰问家属也公开呼吁，全面落实到饮酒卖开车的政策和考核，卖让悲剧一再来发生。驾驶变路轿车的蔡姓老先生涉嫌酒后开车，二十号行经甲永康七线布袋镇过高路段时失控，撞击桥墩了后，再冲撞路边叫卖小笼包的王姓男子，再撞倒骑脚踏车的女童林昭颖，两人送医了后双双不治。检调调查了后，将蔡姓老先生100元交保。林童父亲林耀文任驾过高国小，23号看到馆长张华官告控，忍袂住目屎。女童的母亲怡红更是悲痛万分，张华官甲男的安慰。然后他，我们早上去参加那个，农会家政班的聚餐，人家都说他好乖。然后在回来的路上，他还把那个学校的快乐阅读已经写好了，然后后面有答案，他自己都没有填，说不用，不要自己对，然后就跟我讲说妈。你这个哈，你要帮我，你要帮我检查一下，如果有错的，你要帮我圈起来，我再来改。事情就真的觉得不舍跟难过了哈、啊。大概也许是同样当母亲的心理。对对对。我大概都能够哈，大概哈同理心哈，也当了解这个悲痛，大概无法用言语去形容。是是是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发生啊，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补救，是哈、哦嗯，啊，跟来当工尽量就是安慰哈、哦，啊，我想最重要的是讲，真的要呼吁哈、哦嗯，啊，那么政策加口号也都一直在讲啊，但是就是电视老是在重复在演这些悲剧哦，实在情况就可恶了，所以我昨天主管汇报，我就是在讲，这个一定要给我哈、哦、严格取缔。林华官代表管护地震慰问金，并且对这个不幸事件感觉唔甘加艰苦，尤其会当感受到做人父母的悲痛心情。但是代志已经发生，无法度弥补，伊安慰家属要坚强面对。林华官并且立即以电话询问管护法律顾问，发现目前法律的部分并无将害人财产计扣押的规定，但是伊强调管护法律顾问法制时拢将提供家属上大的协助。财经新闻，朱立新报道，蔡宏报道。